诺坎普，全世界最大的足球场，能同时容纳10万人，得等主场打比赛的时候，是座无虚席啊！唰唰唰，全薯条，全是那红蓝铅笔屹立在球场上，梅西必定不中，全场篝火啊！梅西，梅西，你在哪里？球场回应，他刚离去，他刚离去啊！梅西没上场啊？那巴萨肯定输了，应该暂停，等梅西回来了再踢。你到底是不是球迷啊？你懂球吗？我不懂球，我就懂梅西。全场又高喊，进一个，进一个。球场回应，雄起，雄起。怎么变成雄起了？巴萨对四川啊。哦，哎，你到底了解梅西有多少啊？梅西出生于1987年6月24号，身高1米69，体重67公斤，外号里尔，西西，小跳蚤。太普通太常规了，我告诉你，全球3亿梅西的球迷，就你这点个个都知道，你得搞点那种独特的。那怎么才能与众不同？梅西的新座驾是什么？玛莎拉蒂。车牌号多少？1010HHW。什么意思？阿根廷巴萨双料10号。HHW 呢？好好啊。哎，你知道梅西他在比赛前他都怎么放松了？不知道。那你知道他比赛后他都去哪儿了？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今天进球和没进球什么不一样吗？不知道。进了球的梅西喜欢吃什么？不进球的梅西喜欢喝什么？他心里边的状态，他在想什么？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告诉你啊，巴塞罗那有一条大街叫兰布朗大街，兰布朗大街上有一条梅西小巷。等我说完再接，等我说完再接。在那个小巷上有一个特别隐私的酒吧，那酒吧的名字就叫酒吧梅西。他在每次比完赛后的第二天晚上8点必定出现在那个地方，静静地找一个角落，看着别人挥杯换盏纸醉金迷，他就自己在那安静地思考。这就是明星和屌丝的区别，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魂我独清。所谓高处不胜寒，前不见古人后无来者，说的就是梅西。什么是巨星啊？巨星就是把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全都用来训练。什么叫巨星啊？就是把休闲和娱乐的时间全部用来思考、训练、训练球技，思考，思考走位，思考意识。你现在有什么想法？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觉得我就是梅西。马拉多纳说了，梅西是不可复制的。不可复制。Ojalá podamos disfrutar de mucho más. Nunca el Barça y nunca Cataluña. Wonderful. Perfect. Messi, Messi, Messi. 当今足坛第一人，巴塞罗那，阿根廷。嘘，踢球靠什么？靠脚。对呀。你要把你的脚整成梅西的脚，那我可以帮你。你要把你的脸整成梅西的脚，那我肯定帮不了你。不是，我要把我的脚整成梅西的脸。啊？不，我要把我的脸整成梅西的脸。为什么？我要见梅西，我要给他一个惊喜。梅西值钱的是他的脚，不是他的脸。我这么跟你说吧，兄弟，如果梅西要把他的脸整成你的脸，那我肯定帮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梅西的脸和你的脸比起来，简直……这太丑了，不许你这么说梅西。你也别上火。同理，如果你想把你的脚整成梅西的脚，我也可以帮你。不过这个踢球技术的问题就得你自己解决了。哎，那个，我问一下，你是哪个球队的？什么哪个球队？你不是踢球了吗？不是。那你整什么脚？这不浪费时间吗？你。我整脸。
你要把你的脸整成梅西的脸？对啊。喂，整不整吧？不整。可是，满足客户的需求不是你们的工作吗？对你负责才是我的工作。那个杨丽娟的悲剧不能再重演了。你才杨丽娟呢。我是精神病，绝地的精神病。去哪儿啊？回家。你家在哪儿？西班牙巴塞罗那俱乐部，简称巴萨。去不了？那您拉我去机场就行。去不了。为什么呀？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哥们是西班牙皇家马德里的球迷，简称皇马，知道吗？没事，离得近，顺道。下去。师傅，求求你，你带我去吧，我赶不上飞机，我就回不了家了。快点。惹烦了我不拉了，快点快点，我告诉你啊，巴萨不配合皇马坐在一排，知道吗？下去后排坐着去。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之声 FM101.8。今天中国英超明星足球队将在队长梁超的带领下前往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两座城市，对巴塞罗那俱乐部和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参观访问，并且与梅西、哈维、C 罗这些国际大牌球星进行一对一的采访。我们都市之声也将要进行实时报道。那就让我们在一首欢快的西班牙歌曲中开始神奇的足球之旅吧。跟他们说啊，今天打死也不能再吃西餐了，谁再提西字我跟谁急，我告诉你。那吃什么呀？随便，中餐呗，靠谱。梁好，梁超导演，你谁呀？想吃爆炒肥肠吗？想吃排骨水面吗？想吃焦溜丸子吗？你到底是谁啊？我是你粉丝。想吃粉丝蒸蛋吗？什么粉？什么蛋？我喜欢你的一不留神。我知道你是中国隐者明星足球队的队长，我还知道你这次来西班牙是要跟梅西见面。那儿有包子吗？想吃吗？想。带我见梅西。带我见包子。诺坎普，全世界最大的足球场，全场能容纳10万人，主场作战，座无虚席，红蓝一片，全场高呼 Maisy Maisy， 你在哪里？球场回应，他刚离去，他刚离去。全场高喊进一个，进一个。球场回应，凶器，凶器。知道赛前的梅西怎么放松，知道赛后的梅西会去哪儿，知道进了球的梅西吃什么，没进球的梅西喝什么。停。你认识杜淳吗？你认识我表哥。这个孙子。诺坎普，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场。能容纳10万人，每当主场比赛的时候，座无虚席，红蓝一片，就像一支支的红蓝铅笔。对不起，超哥，班门弄斧。是杜淳的表弟，那就是自家兄弟。你不想见梅西吗？啊！包在你表哥的表哥身上。
喂，哎，怎么了？啊？怎么梅伊西感冒了呀？我们该走了。那哈维呢？行，哈维在就行。超哥，嗯，梅西感冒了，好像感冒了。梁超，你好歹也是个导演，怎么这么没有人性呢？梅西感冒了，你连重不重都不问，直接就问哈维，哈维能跟梅西比吗？十个哈维也比不上四分之一个梅西啊！不是，梅西他就是感冒了，又不是什么大病，这是大病，感冒，感冒了。不是，梅西他就是个踢球球王。他就算是球王，他也得承受伤病，承受孤独，承受质疑啊！再说了，这历史上就两个球王，一个姓马，一个姓贝，他没有姓梅的。可是，在我心里，他就是。他住哪个医院？你告诉我，我去看他。我想你知道什么叫感冒吗？啊，我知道。你怎么跟杜淳一点都不一样？你是他表弟吗？你？对了，杜淳给我打电话说给你报了一个歌手大赛，你参不参加去啊？我要见梅西，你过来。胡夏，追星可以，但不能盲目。你说你是梅西的铁杆粉丝，但你真正懂梅西吗？梅西十几岁时就得了侏儒症，所有的俱乐部都不敢签他。他是凭借着自己的坚强毅力和决心，在配合医生治疗的同时，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如果他当时不努力，他就不是梅西了，他就没戏了，你懂吗？你应该以梅西为动力，这样你才能在你的领域里做到最好。梅西也一定会因为有你的支持做得更好的，只有这样，你们才会真正的因为拥有彼此而感到骄傲的，这才是明星和粉丝之间真正的意义。那我努力了，梅西能看见吗？只要你努力了，他一定看得到。这样，踏踏实实的看完这场球，然后我带你回国参赛，行吗？那梅西还上场？他感冒了，他肯定不上场。那我不去。为什么？我是看梅西的，又不是看巴萨。不下。梅西的过人上场看看，五个后卫，谁能防住？去现场！球迷喜欢就是喜欢球队这种范儿。法国人你那范儿，浪漫范儿好吗？法国队一出场，马赛神器一放，我一听我就觉得我是一法国人，你知道吗？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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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胡夏，梅西的铁粉儿。这次巴萨俱乐部听说他没见成梅西，特意安排他专门的往返机票，准备让他和我们赢者迷队一起再次探访巴萨。哎，川哥，好，大家好，我是。你看这，哎，这就是那杜淳的表弟，这是胡夏。超级星光大道的冠军，胡夏，掌声。哟，这是什么？台湾星光大道得了总冠军了，这是。还有我们万千粉丝的疼爱，我的天哪！哎，还等什么？出了镜头赶快，还是评委就算了，是吧？这主要是万千粉丝说两句。谢、啊。这个此时此刻的心情啊。首先想要对大家说的是，很感谢大家的支持，还有一直以来对我的。还想对大家说，就是作为我的铁杆粉丝，我希望大家不要盲目的追星，那希望大家能够以我为动力，然后在你的领域上做到最好。来，我因为你的支持，那个在我的领域上做到最好。希望我们不下，因为拥有彼此而感到骄傲。超哥啊，我能加入赢者明星足球队了吗？你本来就是我们赢者明星足球队的。那我能去巴萨见梅西了吗？哎，你不是还有什么全国巡回演唱会了吗？不，我要见梅西。